那未来会长什么样子呢？例如下一个影片，阿里巴巴的集团总裁 John Michael Evans 说，他们在研究一个系统来观察收集所有人的排碳量加以计算，这个样子就可以算出来这个世界是你们哪些人没有节能减碳，哪些人没有用爱发电，制造这个温室效应，然后导致气候变迁。 We're developing through technology an ability for consumers to measure their own carbon footprint. What does that mean? That's where are they traveling? How are they traveling?What are they eating? What are they consuming on the platform? So, individual carbon footprint tracker. Stay tuned, we don't have it operational yet, bu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re working on. 其实这个制度在中国早就已经有实施了，只是他们现在要放在碳排量的计算上面。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叫做社会信用体系，英文是 Social Credit System。未来他们想要控制的就是什么？你选择开车没有坐公共交通工具扣分，你买车而这只是汽油车而不是电车扣分，你坐飞机的时候多带了一个行李让飞机更重扣分。月底啦啊，你欠这个世界30个小时的劳动服务，还有20个小时的体罚改革，50个巴掌，然后不能吃饭5天，以及350元的罚款，下个月月底偿还。这样的制度对于任何正常人来说应该都不是很悦耳的，但是对于那些房间里面的丧心病狂来讲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因为那个就是他们想要创造的乌托邦，而且那些规定是只有你要遵守的，他们那些人是重要的人，他们坐私人喷射机去瑞士开会，他们一个小时的碳排量都比你一年还要高，但是他们是值得的，他们是必要的，他们是创造未来的，这个就是创造我们未来的一群人。透过这个样子一个完全控制的系统，他们可以完全控制你的生活，你的经济，你是否可以购买物资，你是否可以工作。简单的说，这就是受应在做的事情。这东西是不是受应不知道，但是使用模式还有目的基本上跟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受应差不多，而这个受应就是他们口中的未来。南加儿童合唱团现在开始报名了。南加儿童合唱团成立于1998年，曾到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特区、夏威夷等多处演出，并参与国内外各大音乐节，荣获各大奖项，均取得优异成绩。从即刻起接受报名，课程均由专业指挥教师指导，每个星期六下午有分4到8岁、9到12岁以及13至18岁不同年龄段的课程培训。欢迎打电话626-779-6767报名咨询，或是登录网站填写资料报名。